大家晚安，我是吴介。在动森里面，我们会透过动物学到各种表情。除了可以透过表情跟朋友们互动呢，在巴列的摄影棚拍照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用。但大家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看朋友用的一些表情，怎么自己一直学不到呢？其实学表情这件事啊，跟岛上居民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在我上一个露营地入住的影片中呢，也有提到，动物森友会中动物们分成八大个性。那除了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初始岛民会教我们的四个表情外，那这八大个性的居民也都各有五种表情，总共就是会有44种表情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岛上欠缺某种个性的居民，你可能就会少学到必须透过该个性的村民才能学到的表情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与我的岛民们一一示范哪些表情要透过哪些个性的居民才能学到。Thank you.